周五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中国人比较传统的，呃，中秋佳节。一般中秋节呢，啊，我们大体上虽然关于它的准确的历史渊源查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目，但是大体上有这几种说法哈。第一种是中秋节是为了那个拜月哈、啊，基本上这种文化是跟农业社会有关系，所以到了这样的节气的时候。 大家就是呃拜月赏月，然后跟农业农业有关系。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到有的地方不拜月，是拜土地神啊，感谢这个这个土地神一年的保守，秋天庄稼这样的收割等等。那各个地区上文化上有点差异，但是随着渐渐的推移呢，那有韩国像比较这个祭祖哈。 中国也一样，什么中秋节的时候也会去上上坟呐、啊，祭祖先呐、啊，祭祖也是跟什么保保佑这个我们活着的人如何如何有关系啊。总之呢，这种文化当中，随着农业社会渐渐的不是主流了，现在城市化，那中秋节可能渐渐的就只是变成一个家族聚会。原来是家族聚在一起是这个祭司嘛。 献祭啊，祭月、啊、祭什么土地啊，或者是祭族谱啊、祖先等等，有祭祀，所以大家要聚在一起，然后渐渐的就形成了这是一个家族聚会，一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这种情节就开始变为主角了哈。然后近些年来，二零两千年以后呢，中国人又开始兴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潮流，我们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但是严格来说。 其实中秋节，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基督徒或说跟犹太人的这个秋收感恩节、这个祝朋节啊等等，有些类似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哈。上帝赐下启示的同时，其实这种做法可能当地古代进东时候也有这种类似于感恩的，呃这种啊、呃、传统哈。更何况犹太人、呃，这个以色列地和中国，呃都是在亚洲嘛，什么中亚。 东亚等等都是亚洲，那因此在文化上很多方面都有相似性。春节和逾月节，这个秋收感恩节和中秋节。至于他俩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个先不说，至少在地域上，它有文化的相似性哈、啊。那因此呢，我们看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啊、呃、思源，我的本乡，我的家乡，然后感恩，感谢老天，感谢什么父母等等。 但是如果论到感恩的话，呃，我们觉得，特别是呃，中国这种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主导思想的这样的啊、呃、一个国家，谈到感恩的话，如果不谈更深层的呃源头的恩典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感恩是有一些缺乏呃扎实的根基，或是过于肤浅哈，啊、呃。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啊，感谢父母，感谢父母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理？感谢父母，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哈。感谢父母，什么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谁？我们只是学会了这种感恩的、感谢的形式，但是里面背后因着认识论上的呃什么价值观的这种改变，产生这种根本性的认识的转变而带来的感恩，不是这么回事哈。 那么今天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本文诗篇里面，他号召我们全天下的人都应当啊、呃、欢呼啊、呃、歌唱，要感谢。那感谢谁呢？感谢这里面说是称为耶和华哈，耶和华上帝。那读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称那位创造的那位呃拯救的神，名字叫耶和华哈。 这里面说到，当乐意侍奉他，当向他歌唱，向他，呃，欢呼，什么赞美他，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基本上都这样的哈。那圣经里面这个主要对象当时是，呃，对于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哈，但是他呼召是向全天下的人，所有的民族的人。那发出这样的呼召，为什么要所有的全天下的人、普天下的人，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去称颂神呢？去赞美神呢、啊？ 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面诗人啊、呃、提供了这样的几个原因哈。三节里面说，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里面出现了啊、呃、晓得。晓得的意思就不单纯是啊啊、呃、理解，呃啊觉得观点的这个概念哈。晓得特别是在希伯来语里面，ya 的。 是指那种认识哈、啊，这种认识不是希腊哲学式的抽象的理性上的思维上的思辨上的认识。其实我们常常说共情，我理解你，这种理解顶多是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立场去尝试着去理解，在知识上、思想上理解。但是我们所谓的共情，其实不可能达到真的那个人在苦难当中失失去儿女。 失去父母，在极大的试炼当中，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看见他很苦。虽然陪伴他哭了三天，但是那种共情实在是有限，因为你毕竟不是当事人，你没有经历对方的那个痛苦、那个处境，你就不可能真知道。你可以理解，尝试着共情，设身处地的去想，但是那个不是希伯来式的所谓的认识。所以希伯来式的认识，我们也知道，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翻译。 呃，亚当就和他妻子同房的时候说认识他妻子，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比较呃隐晦一点同房，实际上是亚当就认识他，这种认识不光是诶、哎，我加个好友，呃,呃网聊一下，然后吃几个饭，表面上看他身高，呃这个身材比例、个头大小、大概学识一些外在的情报，夫妻之间进入。 夫妻之间才能体会到那种深层的认识，灵魂的、肉体的、精神的等等，那种认识不只是在什么婚姻辅导上听老师讲个课、修个课，呃，看几本婚恋的书籍，我知道了，是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丢姊妹，这种认识是真实的体觉悟到、体认到，因此而认识的这种啊神哈、啊。 所以这里面说到，你们要赞美他，要传扬他，要感谢他，要称颂他，为什么要？你要认识他。这种称颂，这种赞美，不只是一种封建迷信当中做的一种祭祀。祭祀中国人说：“哎呀，我们要敬天。”说不好听的，我们中国人到底天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隐隐约约的，就像这个雅典，这个保罗去传的时候，城里面。 啊，那个牌碑碑上写着喂食之神。这个喂食之神名字不是神的名字，叫喂食之神，是因为他们有那种宗教性，但是他们又不知道拜哪位神。世界上那么多神，到底哪位是神？总之不知道他叫什么然后我们就拜他。实际上这种拜是非常盲目的、模糊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敬拜的到底是哪一位男人、女人，有没有位格等等。 那我们说天呐、啊，天老爷呀、啊，祭祖啊，等等，很多都是其实根本不清楚我们真正要拜谁，而且我为什么要拜他？虽然出于某种农业的知识啊，天这个降雨啊，什么啊气候啊，可能等等，但至于那位降雨赐福的那位神到底什么样的神，属性方面，他的作为方面，他的呃性情方面，他对人类有什么要求方面？ 全然不知哈，只是懵懵懂懂的，似乎某位神，我们去敬拜而已。但是这里面说到的，你们要称颂、赞美、宣扬耶和华，为什么？当晓得，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认识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不可能向他献上赞美；我们如果不认识他，我们就不可能真的去啊、呃、敬拜他。 所以，敬拜、侍奉、感恩的基础是你要认识耶和华。不认识就不可能谈到感恩啊，是经验性的。所以在这里面提出了感恩的理由是：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提到了两个方面哈、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谈到了、呃，他是创造之神啊。 三节里面中间这个小姐说到：“我们是他造的，他是神，我们应该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是我们是他造的，这就谈到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他造了我们，他是创造主，他造了我们，我们是他所造的。因此呢，这个希伯来文是 vav 哈，这个中文翻也是，其实就 and 的意思哈、啊，连接或者并列的。他所造的当然就是我们属他的。” 对不对？对于受了从小无神论、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可能考虑到神的存在这个，可能要花几十个小时要讨论的问题啊，神存不存在的问题。然后第二，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又可能得花几个时、几十个小时去讨论。我们这里肯定是没有那个时间去讨论啊。我们是他所造的，他创造的当然就属于他。这是圣经向我们显明的一个。 关系，用我们日常的常识，我们也知道，我自己手工所叠的纸鹤，我就是那个纸鹤的主人。我把它送给谁？送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父母，送给我的恋人，等等。我作为我的产品、手工品，然后去赠送给别人，因为我有支配权，它是我所造的，我制作的，虽然不是创造那个概念，制作的。那上帝创造就。 意味着上帝是造物主，他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拥有主权。所以，基督教里面所宣扬的上帝，那上帝为什么管这个管的那么多，操心操那么多？那些人活得好好的，上帝非得凶巴巴的，每一天要去咒主人，呃，审判人，不信他就把他把他搞到地狱。我们的逻辑已经错了，我们的逻辑是，人就是神。 人自主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立存在、独自存在，是自由的。突然冒出来一个神，非得干预我们的生活；不相干的神却来管着我们。如果不听他话，他就要收拾我们。然后犯罪或者不信，他就得给我们搞到一个叫做什么地狱的地方。就觉得这个神多管闲事，就觉得这个神跟我们没关系，这是我们的错。有一天，孩子活着活着。 你为什么管我们多那么多，是吧？父母管孩子，我们先不讨论坏的父母和孩子之间那个伦理，有一些过度干预孩子的事情，等等。孩子都觉得我都我是个独立的人格，就像最近我不是跟大家说罗永浩，他有很多先进的呃现代文明的一些讲论，但是他的讲论里面有短板，很多基督徒喜欢哈，但是他讲的话不是真理。 只是人类社会当中、人类思想当中的闪光点，其中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比如说他讲父母是什么什么地，其实父母我们之间那个伦理完全是错的。他说父母有有什么权利，怎么怎么地，为什么笑？他有什么可笑的？其实他们都是自私的。两个人做、呃、这个相爱了，其实他们对我们生孩子了，不小心生的孩子等等、呃，这个不是。 我相信你也不会被我这种错误的讲法中毒哈、啊。我是在形容罗永浩的这个说法，他就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笑，笑本身是这个是不对的哈、啊。他就彻底的把父母和我之间的那种完全是独立的这种思想，是法国大命革命之后，然后美国世俗化的这种伦理之后，强调我个体的自主。 所以就弱化了我和父母之间那种伦理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就是你既虽然是我父母，但是你不能干预我，他过度的推了一下，是吧？虽然我们不否认父母有一些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啊，我生了你，我就应该这样，这个是错的。但是作为儿女，生我本身这就是恩情。那他解释生有什么恩情的，就像动物小小猫生个。 小小小猫崽一样，小狗，你如果那么理解的话，怀胎的那个痛苦，其实恩情都没了哈。所以，这种所谓人类的西方的美国的一些人人权人人权的运动，强调人的尊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过的情况，太强调我的独立性。那圣经里面强调孝道，虽然不是儒教的那种孝道哈、啊，百依百顺的。圣经说，在真理里面顺从是吧？为什么？ 就是父母赋予我们生命，对不对？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什么生身体发肤受益之于父母，这个是可以认可的。但是这种摧毁这种逻辑关系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危险的现象。所以什么意思呢？呃，就是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啊，上帝跟我、嗯、没关系，为什么上帝干预我？然后好像管的那么多，等等。 因此就忽略了，好像我们就像孙悟空一样，就有一天突然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然后好像上帝，我好像什么也没领受过上帝的恩典一样。所以，根本我们这种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这种人是一种孤立在宇宙当中的人，他跟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跟自然的关系就是一个矿工和个矿产的干关系。 我如何去更多的去消费、利用矿产、去发掘？我征服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生存竞争对象，是吧？有限的空气、有限的资源，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非常残忍的。别讲什么公益，在进化论里面谈不上公益啊，谈不上仁慈，谈不上什么正直、公平。为什么？适者生存，这是他们最高法则，动物性的生存法则。 看动物世界的时候，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渐渐的人们就觉得人就是孤立在宇宙这样的存在，资源是死的，它根本不是人格的，所以你也不要敬畏什么大自然。有一天共产党员说到什么敬天，我仰望星空，我我就怀疑，我说你仰望星空想什么？仰望星空想什么？跟你的进化论完全冲突的嘛？那个物质的宇宙，你看见的就是个黑洞洞的空间呗。 有什么可敬畏的，是吧？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里面就充满了矛盾。那这样的人看待自然界的时候，反应就是：就是自然界就是为我效力的，我尽可能去挖掘矿，我尽可能去什么这个摘水果的时候，管它这个是保留树的健康不健康，我把树伐倒了摘梨子方便嘛？管它以后变成沙漠什么的，至少现在生存资源我尽量去榨取，这就是动物。 旁边的人类就是我生存竞争的对象，大家同样住在一个村子里面，土地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水源是有限的，他不是我亲爱的邻舍，他是可能跟我抢夺这个有限的生存资源的竞争对象，这是进化论里面的思想。这样被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有什么可以感恩的？ 一切赚得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我靠我自己能力，适者生存嘛。我强，我才过得好嘛。我弱就是活该嘛。因为谁让你弱了？这动物世界就是这个原理嘛。最近不是说什么你穷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吗？是吧？那意思就是进化论那套东西，他说的是对，这个理论上是一致的，跟他的动物学原理是一致的。所以这种人是不可能谈到感恩的，感什么恩都是自己能力。 感什么？自然界都是物质，死的又不是我。你说感谢天，感谢地，天就是那个空洞的宇宙嘛，是吧？地就是土壤嘛，植物那就是我们准备要收割的、使用的东西嘛。感恩谁呀、啊？感谢自己呗。我自己，呃，在这种竞争下，你看我多厉害，我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呃，打败了一些敌人，是吧？在企业里面，对方都可能有一天是踩我的人，所以表面上大家对你好我好。 客客气气，其实都有一天可能要要干掉我，竞争的嘛，是吧？竞争来竞争去，那个科长的位置，什么班长的位置，什么这个呃代表的位置，就那么一个位置嘛，大家都要争嘛，是吧？为了赚取那个位置，那个位置重要是跟这个财富和物质收入有关嘛，对不对？名誉、荣誉有关，所以大家存在的都是动物世界。 人活着就像动物世界，这种思想观、这种世界观、这种价值观的人谈什么感恩？所以奇怪的是，当我们谈到感恩的时候，根本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里面找不到感恩的呃基础。如果抛出上帝的话，如果你拒绝圣经所启示的那个世界观。 否定圣经里面所启示那位上帝的话，其实我们谈不上什么公义。公义是强调人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动物和动物之间这是存在生存法则，是吧？这种有什么关系？我吃掉你，这是正确的关系，动物世界里面。但是谈到公义的时候，是正确的关系，而正确的关系谁制定？ 非洲人、食人族，以前大家都看过一些电影哈，宣教师什么到一些食人部落，两个部落互相残杀、互相吃掉，吃这就是正常他们的关系，敌我关系哈，谁把谁成谁为的食物的问题，不被吃就是 OK 对吧？那后来辅音进去了，开始穿西服，开始停止战争，开始彼此尊重、彼此相爱、饶恕接纳，那这种秩序的变化谁制定？ 大家都是同样活在这个自然、这个空间里面、时空里面的人，谁超越在我们头上给我们定社会的法则？如果没有那位超越的上帝、那位有位格的上帝的话，其实你在我们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里面，特别是现在的文化里面，找不到这种伦理的基础。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让我们去感恩，最根本的是认识神，不认识神，根本谈不上感恩啊，都是一些伪善，都是伪善，自相矛盾的，自己心里都不相信的，然后表面上还装的像绅士一样，就像给动物园的猴子装上小衣服，教着学自行车一样，然后看着好像像个人，实际上都是动物，然后好像感恩。 其实那种感恩只不过是利用你的一种手段而已。你为什么给你领导每年过节的时候去送礼物？真的是感恩吗？不是。你不送礼的话，以后可能你那个关系不好的话，你不送人家送，对不对？然后你关系不好呢，以后你在单位里怎么混呢？这是不得不，真的有有一些人是感恩。 恩师嘛，是吗？但大部分都是利益关系。我这样投资以后，确保以后他继续对我好。我不这么做的话，以后那别人都做了，那别人就有更多的这个资源分配的机会。因为在权力分配下，资源可以随意分配嘛。我不接近全力的话，我的资源和机会就少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我给他送礼，这种根本不是感恩，这是做生意，这是自私的利用，这是这是这个。 是是社会上混的那个法则，对不对？就中国人懂感恩吗？父母生我，我真的感恩吗？为什么要向父母感恩？你如果没有人定义你和你父母之间那种关系的话，你为什么要感恩？所以实际上，如果抛除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的这个。 宇宙和原理创造我这个事实的话，为基础的话，我们找不到任何理论基础。虽然这个呃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哲学这个系统里面有尝试着解释人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等等，也制定了不不少人的这个逻辑伦理等等。但是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漏洞，对不对？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个人私生活其实也很糜烂的。 虽然是很少像康德那样的，呃那样的人那么节制自律的，但大部分哲学家呃都很糜烂的哈。他们自己讲了很多高超的道理，为什么他们自己生活那么混乱呢？所以在这里面，首先提到感谢的基础，为什么要向神感恩？他是创造主，他创造我，我就属于他。 他是整个宇宙的主，而且他创造的时候按照他所喜悦的秩序创造了。这个秩序就包括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谈到亚当，神给他配了妻子嘛，这是水平的关系。后来生儿女，这就涉及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他与自然界、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生养众多，变满治理着地。 所以，上帝在整个创造当中已经定了一个创造的秩序。注意这个概念啊，创造的秩序。为什么反对同性恋，违背创造秩序？为什么这个律法里面咒诅那些不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因为违背上帝创造的基本秩序？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当然也有邪恶的父母哈，啊，什么强暴自己的孩子呀，呃。 这种事情很令人这自己亲生父亲强暴自己孩子这样的事情，就是人性变得像畜生一样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情况哈。然后很多是是父母孩子父母杀孩子呀，父母抛弃孩子等等这种事情。但是圣经里面为什么定规那个基本的，在这种混乱的人类乱的这种没有法则的这种情况下，大家本性里都乱的情况下，上帝给了一个基本的法去规范我们。 让我们还保持着基本应该有的秩序，所以次下律法生活的规范很重要，良心里面也有。但是虽然我们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些思潮，渐渐的开始抹除那些观念，追求所谓的我们啊人所追求的那种独立的人格呀，啊脱离一些所谓的我们过去一直持守的一些。 在一般恩宠当中，人良心当中都认可的那种价值开始抹除，甚至同性恋也要合法化，等等，甚至我们之前也谈了，性别的认可不是根据你物理性、生理性的这个特征去判定，而是根据你心理上主观的态度。我认为我是女生，这样的、这样的荒谬的事情发生，就那种客观的后现代的那种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渐渐的被否定。 都变成我主观的，我认为我喜欢，我觉得怎么样，就就是对的这种潮流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他造我们那一瞬间，我们就是从属于他，我们依靠他。当然，他他赋予我们生命，他供应我们生活需要的，像一章二章里面所描述的创世纪里面瓜果梨桃等等，包括属灵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思想感谢神的时候，首先要思想他是创造主。我们的生命本身就自然的生命，不用说耶稣基督赐我们新生命、就恩，这种生命本身就是出于神。而我们享受着这一切，我们却从来没有思想过，这都是被赐予的，或者说都是领受的。哈，晒着阳光，吹着微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看到美好的景色，吃着美好的这个呃水果、蔬菜、食物，然后身体健康的心脏在正常的跳动，睡一个香甜的睡眠，我们都觉得那么自然，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恩赐。所以在不知道这样的基础上，在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上，然后我们提提感恩，生了。 把自己生自己的父母撇在这个儿女在这儿哈，不好意思，这个奖章的内容就包括这个，不是针对你们哈。举个最形象的例子，我把我父母撇到一边，然后守着这个突然邻居家的张老三，一个酗酒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就跑他抱着腿，哎呀，爸爸，谢谢你生了我，我父母什么感觉？ 我们撇弃那个真正善待我们的神，忘恩负义的神，然后去认贼为父，然后谈感恩，就是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里面把上帝从我们的思维当中、生活当中删除那一瞬间，然后大讲特讲我们要感谢感谢社会、感谢政府、感谢感恩，那种感谢感恩是都是虚情假意的，都是利益的交换，有人对我好我才感恩。 真的认识上帝的人，是真的是他恩待我，但是这种我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感恩，符合上帝秩序的感恩，而不是利益交换。他对我好，我要持续的对他好，这样的话他才持续对我好。这是社会性的常识，大家都知道，但是只是知道这样的话，顶多是一个极其极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个利世仕途小人，懂得利用资源的一个自私的小人而已。但是他不是一个君子或者高尚的人，所以大家要区分社会当中一些观念和信仰当中为什么不同，精神不同，骨子里面精神不同。那基督徒当然要感恩，对不对？你说那个世俗的世俗人，外表上还知道感恩，我们基督徒属灵到一定程度，连行动都没有，那种感恩就更。 抽象的啊，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是对他的恩情、对上帝的恩情、对某个人的恩情理解了，你才能发自内心、真诚的感恩。这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你连恩本身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感恩？什么是恩？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我们这个存在本身，都是他赋予的。我能活着。 我能作为一个人格，睁着眼去看看这个世界，呼吸下、啊、空气，长着两条腿，到处去旅游观光，还有有点能力去这个打工赚钱，包括追星哈、啊，这些资源都是上帝赋予的。我有没有为这些感恩、哎？那问题我不是认识上帝，我不知道这些都是被赐予的，当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我活着就是我活着嘛，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们至今怎么活在这个世上不知道。近一点因啊，父母生了我，我从小就这么长大，跟深层的原因根本不知道哈。所以谈感恩，不谈上帝是造物主这个事情，实际上都是虚情假意哈。所以农民在普通的一般的文化，我们神学上讲这个普遍恩典里面，农民都知道感恩。 啊，秋天了，哎，风调雨顺，像某个神，虽然他拜错了哈，但是他知道我们农民别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赚钱，是吧？收成都是靠天吃饭，虽然他这个天都是是天气啊、气候啊、大自然，还是这个某某冥冥之中某位神，他不知道，但是他们用祭司的方式，虽然是拜偶像，但是他们知道这是天赐予的。现代人不懂得感恩，因为。 被毛泽东已经把牛鬼蛇神打跑了哈，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丑化了，然后中国人就真的强大了哈，变成强大的像野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感恩的原因是，认识他是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也属于他。第二，为什么要感恩呢？ 他进一步说：“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的民。在历史上，上帝和一群人子民的关系，这叫做救赎和恩怨。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当然之前是有亚巴赖之约啊。我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的子民，我你要成为大国啊。” 君王从你而出，等等，这个大卫之约加上那出埃及事件的这个事情就更加具体了。在西奈山下，上帝与他们立约：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子民的时候，这就是立约的概念了。前面是创造，然后进一步是立约。在整个亚当堕落的后裔，我们。 看《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堕落了嘛？堕落了，他和他的所有的后裔都一同堕落了嘛？都陷入到最终了嘛？那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了嘛？成为神的仇敌，但是上帝却呼召以色列百姓做自己的子民，就把他们和周边的其他不敬畏神的民族区分开来，作为我的子民的，这是结果。前提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里面释放出来。 原来是没有自主的奴隶的民族，悲惨的民族。上帝借着摩西用大能把他们带出来，为了成就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然后在西南山下对他们重复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救赎，基于救赎、基于恩约产生的新的关系。以前是他是我的造物主，我是他的这个被造物。 我是属于他的，但是堕落了之后，这种关系破裂了。虽然造物主还是造物主，被造物还是被造物之间关系成为了仇敌的关系。上帝用救赎把他们挽救回来，跟他们新立约，更进一步，不光是被造物，而是更亲近的。上帝成为他们的神，这些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前者是基于创造，后者是基于救赎、啊。哈。 借着恩约，上帝成为我们的神；借着恩约我，我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有份于与神的交通、礼拜。然后后面用一个形容的词，就是草场上的羊，这是旧约常常习惯的，新约也延续的这种形容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王的意思啊。先知书里面则被以色列的。 王的时候就说：“以色列的牧者怎么怎么的，其实就是指他们的领袖们啊，统治他们的领袖，无论是祭司还是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就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王，他像牧者一样，他看顾我，保守我，我要顺从耶和华的治理，顺从他的引导，这样才能出入得草吃，才有生命的供养。羊这种动物是没有方向性的，是非常笨的、蠢的。” 他没有什么远见的，只看近处，呃，低着头直知吃草，吃着吃着草都能掉沟里面。为什么牧者去拽它？因为它就是那种蠢的动物嘛。神的百姓需要牧者的引导，所以脱离牧者的引导吃草，因为当时古古代晋东那个草场随着季节的变化，那个哪个地方草肥，哪个地方草干，哪个地方有水，羊是不知道的，羊不可能做着这个，呃。 飞机飞到这个一千公里以上的高空往下俯视啊，那片绿就在坠，在降落伞在跳下去啊，去吃那块草，再再飞上去，再往那啊，那有水是吧？牧者知道，熟悉那片地，随着季节的变化，哪里有草，然后该走哪条路，然后什么时候把羊带到那个地方，牧者知道，羊呢不知道，只是看眼前可能一平方米之内的这样的距离，地啃地上的草而已。狼来了，他们也意识不到。 旁边悬崖，他意识不到；牧者知道，看顾他们，引导他们，保护他们，所以我才出入得草吃，我才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才能够安息。为什么？有牧者保护，牧羊嘛。所以羊在牧者的看顾下才有生命，才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这就形容了以色列百姓作为神恩约的百姓，他们只有依靠神、顺服神，在神的统治下。 这神的国度的概念，统治下、保护下、牧养下，他们才有生命和平安。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都是这样惨痛的教训、负面的教材。所有离弃神、不依靠神的，他们所遭受的痛苦，都证明了只有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吗？离开神，以为好像自主了，没有信仰，好像是自由了。 我是个独立的人格了，我不必要受什么这个我之外的某种束缚和约束，我就自由了，是自由了。那种思想是胡思乱想的自由哈、啊，那种人格是狂奔乱跑的自由。结果实际上是自杀性的行为。顺从上帝里面有生命，在上帝的护理和主管之下才有生命，这是人类历史当中从正面、反面都可以学习的教学。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透过救赎，上帝立约与他的百姓新的关系，成为王和子民的关系。这种王不是我们保，北朝鲜里面我们设身处地体会到那种独裁者残暴的统治。圣经里面描述上帝的王是公义的、慈公平的、仁爱的、仁慈的统治、和平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下，王百姓才不被侵害。 像大魏王朝似的，没有人敢欺负，在他的统治下，百姓才国泰民安，才有生命富足，才有所谓的沙龙。天天战乱，吃不上，穿不暖，吃不饱，天天担心被邻邦去侵入侵，他哪有什么所谓的平安沙龙呢？在神的治理下，他们神制服他们一切的强敌，他们的吃喝所有的安康，这才叫沙龙嘛。 所以，整个旧约圣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这种画面，在他这种平安的、仁慈的、不是独裁的统治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命和平安，像羊在牧者的看护下一样。所以，我们所有的幸福福祉，实际上都是在，都是在上帝的里面才能找到哈、啊。我们的尊严，我自己以前是笃信无神论的哈、啊，嗯。 现在孩子比较聪明，我我是七零后，不是八零哈，七零年代末七八年嘛，那个时代的人相对比较朴实啊，老师教啥都是真理，怀疑老师的学生几乎不多哈、啊，啊，然后所有的那些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啊等等，啊，都是那么被洗脑的，笃信不疑的。随着时间推开始怀疑了哈、啊，啊，这个后来发现有点问题哈、啊，然后。 信了上帝以后，一开始去教会两年多，在教会里晃荡来晃荡去，就觉得圣经里面说起初神创造体，哪有神？一切都是进化的。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系统，所谓可以勉勉强,强强自我解释的一个封闭的系统。虽然我们现在还至少有些问题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但是至少自己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觉得靠这个世界观可以解释人生的一切，是吧？然后还还。 可以安详，但是读圣经都是发生很多很多的冲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人的思考方式真的是很悲惨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跟道德没有关系的哈。信了主以后，渐渐的看圣经的时候，才整理出来人和人之间真诚的那种关系为什么有这样的基础。 为什么我要对父母要那么对待？我为什么要顺服掌权的？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个秩序？儒教里面可能就是那么地了，没有什么神明的命令，所以就那么做了。那是为了农业社会嘛？但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那个，既自由又有秩序，所以在那里面谈到这里面认识他是造物主。 但是问题是，认识造物主这件事情，就像罗马书一章里所说的，明明知道却故意装作不认识他。所以，从创造、从被造物里面，我们是不足以认识神，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除非是借着特殊启示和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重新借着圣经这个启示的真理。 重新审视神在一般恩典当中、普遍恩典里面赐下的启示。不认识耶稣基督，就不可能认识圣经；不认识圣经，就不可能重新认识被造界里面普遍恩典里面启示的造物主。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信耶稣，你根本不可能真正认识造物主的。不认识造物主，怎么能够知道我所享用的一切都是？ 来自造物主的呢？你可能是第一种，那种把暴式的那种唯物主义者，因为被我们的公教育洗脑了，这个也不愿意，因为从小就吃这种毒奶粉长大的嘛，自然就有点犯虎嘛，这也没招没有这种超然的恩典介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错误的思考模式。第二种。 你是极度自自私和自我的人，管他什么，别想那么复杂，心随己愿，是吧？自己喜欢啥就做啥，根本也不想什么，也不不必要复杂的什么哲哲学的体系，什么价值体系思考。我喜欢做点啥就做点啥，也不考虑什么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将来的什么，我自己活在当下，开心即即及时行乐就行了。这是最流行的现在的主流的思想啊，及时行乐。 前者因着欲可以开心，后者因为自己及时行乐可以开心。但是有一天，你总要面对一个死的问题，你总要面对一个不可抗拒的，就是你再如何，这个前者是把自己当成畜生嘛，后一者是当自己是这个其实也是动物性的，满足自己基本的吃享乐，饿的时候就吃就行，吃好的比动物强的是吃好的。 然后有这个情情欲冲动的时候，该结婚的时候，或者找男找配偶的时候，就找配偶吧。其实跟动物没什么区别的生活，除了他去崇拜神这件事情上，人和动物原本本质是不同的，但是生活样式完全相同。动物是披着毛，人是穿着各种品牌的衣服；动物是出出生长在动物园和笼子里和深山老林里面。 这个人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坐着地铁，拿着手机，刷着微博，什么抖音。但是你发现生活里面的形式都一样，内容不一样。人家吃的是血淋淋的什么虫子呀、啊、昆虫啊、动物啊、蔬菜啊等等，啃树皮、草根子、果坚果啊。那人可能是坐在高级的西餐厅里夹，夹穿着西服，带着这个餐巾，呃，听着音乐。 好像很文明的样子，但是他活的一样，都是为了杜甫，都是为了秦欲都是为了没有理想，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不认识造物主的话，我们无法理解我是谁，理解我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我和宇宙的位置什么样？我当下为什么活着？顶多就是为了一个自私的，吃得更好，活得更好，拥有更多的物质。 那个所谓的幸福而已，每个人都幻想着将将来一天比今天更好。你想想你，你你想的更好什么？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开好的、玩好的，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了。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约等于没有理想。理想只是日光之下的那些欲望满足而已。那问题，我这个人真的就是这样存在吗？ 不是，所以不认识造物主，不透过救赎主认识造物主，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学习基督教要义的时候，谈到了人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带给我们幸福，这个智慧带给我们生命，这个智慧让我们人活得真正有尊严。但这个智慧一定要有两重的知识：认识神，认识自己，而认识神。 最终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基础。不认识神，怎么能认识自己呢？我们中国可能受到这种官方宣传的思想，认为我们是动物进化来的。西方可能认为有一些哲学，人就是性的存在，人是什么消费的存在，在消费当中才能找到真正自我。人是性的存在，在什么满足性欲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自我？人是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很多。那到底人是谁呀？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定义，那谁是真正定义人，让人像个人一样活着呢？不回到造我的主面前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他的。所以其实，啊、呃，我不是非洲人，我无法理解非洲人的世界的思想，但是我我是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啊、呃、在中国接受这种洗脑教育的人，嗯、呃，其实中国人很惨的哈。 啊、呃，真的很惨。我这种说不是瞧不起中国人，是经过我曾经也那个德性，然后从上帝的恩典让我从那个思想的那种啊、呃、坑里跑出来，才能看见我们曾经那种生活是多么可怜。现代人更好像超脱了，管他什么，他们也不信，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正确的思想，也没有什么理想。我最近见了好多这个严世的好几个留学生啊，语学堂的。 很好，很善良，很淳朴，很聪明，家庭条件也好。然后谈的时候没有什么理想，顶多就是在日光之下，将来做什么工作，如何找个好工作，如何让物质更好，别在中国那种什么独裁下怎么的，这是他们的最大的理想了。除此之外呢，有死了，就像死的一条狮子、骆驼。 狗一样，小猫、小狗一样死掉吗？活着的时候，只是吃一个更好的那个食品，穿更好的那个小猫、小狗的衣服，住更好的小猫、小狗的房子吗？那是他最大的理想吗？人不是那种存在，很悲惨的。一个人为什么堕落到这种程度？只知道一个基本的吃喝玩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智慧都是围绕着这个，能够赚取这个的最大化的人，就是最聪明、最明哲的人。 人悲惨到这个程度，明白啥意思吧？这种人你让他谈什么感恩？有利益的时候会感恩，但是那个不是感恩。任何自私的人都懂的。在这个方面，连动物都比我们做的好。你养一个狗，你好好对它好，那狗见了你忠诚一辈子；猫也一样，猫虽然是奸臣，但是你又好好待它，它也回来的时候蹭蹭你，喵喵喵的，是吧？ 难道人只是最高境界就是那样吗？不是的。如果不认识造物主、救赎主的话，我们没有道德基础，因为世界观也没有，没有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所以你谈什么感恩，谈不了感恩。因此，我们谈到中秋节感恩、感谢父母，那个感谢是怎么个程度的感谢？作为一个贪婪自私的人。 哎呀，父母对我好，我才感恩；有利益，我才感恩。那问题，父母不给你利益怎么办？就生了你，你不感恩吗？为什么感恩？感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所以现在人判断所谓的感恩都是非常自私的那种，那种基础。诗篇一百篇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普天之下都应该称颂耶和华。 应该是作为上帝造我们，这个地上我们不是都是孙悟空的后裔，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虽然最初创造了一个人，后来从一个人里又给他造了一个妻子，从此生出来这么多。我们是从父母生的，但是一般来定义，我们人最终源头是上帝造的。如果我们不知道造我们那位。 不能够饮水思源，源到那个终极的源头的话，我们所有不可能过真正发出真正的感恩。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认识救赎主上帝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认识他造物主上帝。所以，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看到那些所有远离基督教的地方，基本跟文明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正确的人论。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有基督教辅辅音临到的地方，以前英国人不是什么绅士的国家哈。我们看电影，穿着礼服，戴着礼帽，那有英国留学生回来哈。以前不是那种文明，以前是红胡子海盗、土匪。欧洲那一面以前有什么文明，对不对？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渐渐的开化。 然后变成文明的中心，福音到哪个地方变成中心？英国那边复兴一大，然后到美洲大陆嘛，很多基督徒过去，那一种观念虽然不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基本的那种观念是有英国的大部分，什么欧洲的、荷兰的等等，里面掺杂着一些自然主义者不信耶稣的，但是还有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人，包括清教徒。 什么长老会的、改革宗的、欧洲的、荷兰的什么等等，英格兰的等等，移移民到美洲大陆，它基本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所有到中国建大学，我们看那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有人把这个近现代的中国的大学，因为大学跟中国本来没有关系，中国的是私塾、五经、私塾，对不对？现代式的大学都是宣教事件的。 所有的大学里面，不是什么爱、公益、真理、什么服饰那些校训以外，学校的口号，那这些概念都是基督教的概念，不是从法国大革命里面产生的概念。所以那些文明的主流都是那样。虽然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兴盛了一段时间，还涉及到关于奴隶的问题、人种的问题，争论了很多，最终还不是解决了吗？ 那问题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怎么办？一个远离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督教世界观价值观的民族，又从这个西方已经几乎抛弃的这种垃圾的什么达尔文进化论的、马克思这些思想的发源地都不推崇这种思想了，被中国变种了以后，当中绝对的真理在这推崇，我们推崇可以，当官的人讲讲可以，因为他们需要嘛。 执政的思想嘛，离开这个，他们就没有合法的精神支撑他们的政党嘛。作为政党可以管他这个思想荒不荒谬，希特勒那种思想也可以，那是他政党的思想嘛。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如果还这么想的话，就悲催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系统里面，远离福音、不认识造物主的所有的民族，基本上是跟文明是。 无关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拥有这个真智慧，认识上帝是创造主、救赎主，认识自己是上帝所创造、所救赎的，然后因着我们人是和神之间的关系，要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去生活，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上帝之间，才有这样的基础，对不对？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当然要不断的归正我们嘛。 我们曾经都是是天生就是自私贪婪的人，我们天生都是这种投机主义者，谁不是投机主义者，对不对？谁不知道，嗯、呃，竭尽全力去讨好那些对我们有益处的人。但是信了主以后怎么办？要更新我们的心意，重新调整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我尊重一个人，为什么尊敬他？不是因为他有权利，我要得罪他他收拾我，我要讨好他,他对我有好处。 不是这种观念去与人相处，你可以懂这种社会的观念，但是基督徒的实践的伦理不是基于这种这种出发点、这种动机去与别人相处，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跟自私利益有关系，都是虚情假意的，对不对？树倒猢狲散，有一天父母穷了，再也不去看了，父母家里存个几百万、几千万的。 有个大病小病，这儿女们都抢着去孝顺（双引号）。有一天父母没有钱了，都推谁也不去养，什么嫌乎有味儿，这个送养老院，拿生活费都不愿意拿。为什么有这么反差？自私的那种利益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爱情（双引号）、所有的忠诚、所有的感恩都是利益。没有利益的话，就人走茶凉。 如果基督教是这样的话，那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所以大家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调整圣经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纯粹只是利益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关系，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虚情假意，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人与人之间其实人都很孤独。夫妻之间也是，呃，有的时候我也刷那个抖音哈、啊，现在不刷抖音，微信那个东西。 微信那叫什么视频号？有时候刷，呃，有一些人就谈什么婚，这个谈这个，呃，谈对象的这种事情，见哎父母呃约的吧，什么被逼婚嘛，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嘛，被逼婚，然后有的人一谈你什么直接来开，呃这个这个开门见山吧，我我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我什么什么收入一个月，我找对象大概多少多少，直接那么谈。 这就是当今社会，虽然那个视频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但是它也是现实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以你说夫妻之间有没有爱吗？有，前提是在物质上。我说现在啊，不是说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也有物质这种要求，但不是这么这么现实。现在是更现实哈、啊，直接就啊、呃，既然这样吧啊、呃，你我你我不适合，干脆也饭也别吃了，给直接。 就是没有什么感情，都是这个 don money 都是钱，所以人与人之间交朋友也是都交那些什么就朋友圈都跟那些名人是吧？有权有势的人混，为什么？那个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我不是说基督徒做生意的人不需要扩展自己的市场和朋友圈但是我们骨子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这样的话。 人其实自己活得也很可怜，很孤独，很孤独，没有真正的朋友，都是利用的对象，都是虚情假意，心里面充满了饥渴，也找不到地方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人认识上帝，和我们的幸福有直接关系。不认识上帝的人，严格意义上。 要么就是活在愚昧的自我满足当中，要么就是活在双引号的毒品的中毒当中。而那种中毒，随着他死以后，那个悲惨彻底的暴露出来。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认识造物主，死了只能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耶稣讲到，那些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些精神里面感到痛苦。 无助、绝望、空虚的人有福了，这种人有可能寻求在我们所经历的现象界里面之外的那个超凡的上帝。心灵富足的人有有祸了，为什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之外在的这种呃物质的丰裕，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自己存在上的那个需要。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中秋节，国内有一些人反对过中秋节、啊，哈，我就不讨论他们了。但是我们过的是我们透过传统的文化，虽然我们基督徒撇除了拜月、拜土地神这种封建迷信的，我们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跟那种偶像没关系。我们吃月饼，我们这个朋友聚会，我们一起来借着机会，这个家族聚会，是吧？基督徒呢就。 作为一个什么啊、呃，借着这个季节思想，虽然我们也不种地，但是思想以农业为代表的收获嘛，然后包括其他的生意、上班、学业，各个领域都思想神的恩典这样的这种变革式的去过中秋节，对不对？不是照着原本的中秋节那种迷信的那种方式去过。那过的时候提到难免一个问题，就感恩嘛。 从农业的收成、秋收，感谢上帝赐福、风调雨顺之外，还有其他更深层的感恩吗？生命的供给。那这个感恩的扎实的基础，就是我们要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世主，然后认识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才找到感恩的真正根基。他不仅赐给我生命，而且赐给我永生，而且我活在这个地上，四处都包围着他的慈爱、他的护理。 他的看顾，虽然有的时候常常遇到患难，但是在患难当中，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赐下各种安慰、扶持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是充满了局限，但是仍然可以经历到他的安慰、喜乐和满足嘛。而有一天，他按照他的计划，画上历史的句号。 以审判基督在临、审判这个世界为终结，所有旧的世界都退去了，只剩下选民，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在地上追随耶稣基督的人、被施加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才能进入到那新天新地。然后那些所有不信的，或者是吊郎当、不真实信的，最终都在地狱的火里面烧。 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百姓聚集在神里面享受真正永远的福乐，那是最终的世界的样式。这个这个样式只有在我们所信的上帝所赐下的启示圣经里面，才能揭露出这种将来世界最终的底牌。虽然不是详尽的，除此之外，所有的预言家、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这样的答案。 即便他们为了政治的目的画饼，但是宇宙、人类历史不是支配在他、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也不可具有那种权利，也没有那种能力给我们画饼。所以，只有这位上帝掌管我们命运、我们的开始、我们到现在、我们的将来，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答案。那我这种存在越依附他，越亲近他，这就是我们真正幸福和开心的根本源头。 我们吃这个好吃的、喜欢吃的会开心、愉快，但是那不是喜乐，这喜乐一定是来自神那里的哈、啊。包括我们因着认识神、经历神创创造的这个一般恩宠当中的事情，也会喜乐。圣徒之间彼此相交，是吧？ 你中间的神的恩典和我中间的神的恩典相碰撞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来自暑天的喜乐。这个不是知识朋友里面一起举，呃，这个举杯畅饮的问题是吧？那个叫快乐，但是不叫喜乐。所以，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感恩，一定要和认识神有关的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因着亚当的堕落，因着人的罪恶深重，社会制度的不完全，包括我们自身里面还有罪的这个残留，包括别人的罪人，人人活在这个世上会很痛苦，怎么能感恩？除非是扎根在真正对神的这种信赖，从神那里面获得感恩的这个基础能力，才能够感恩神，然后才能感恩啊父母，才能感恩这个一切，包括别人。 啊，朋友啊，等等，陌生人的帮助等等，才能真实的因着神对对方的恩典，对神在每一个受造物当中赋予我们的恩典，有那种真实的感恩。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感恩的。不感恩的人，他也不可能真正幸福。幸福满足的人才会看到恩典嘛。圣经里面提到那个马皇的女儿说、呃：“啊，给呀，给呀，不够嘛，贪心不足嘛。” 人里面有这个欲望是满足不了，不满足的人怎么可能感恩？他总觉得不够嘛，还不够，还不够，已经很多了，但是他觉得他要得到的还有差距，所以他就不满足嘛。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开心的哈、啊，不可能幸福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不是带给我们迷信，但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不仅让我们认识神，获得真正的生命。 也给我们这个人提供了一个整全的诠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个里面，我们人和神和被造物之间才可能有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这种正确的秩序的这可能性啊，所以在中秋节虽然是一个世俗的，呃传统的节日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借着这样的时间，我们来思想啊，数算。 神的恩典，盼望我们在这个劳苦的人生当中，也能够不断的啊、呃、回归到神那里，从神那里得到啊、呃、精神心灵上的满足的同时，也得到力量，更好的面对这个充满苦难和失恋的精神。哈，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丰盛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所有因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创造主上帝，从而认识造物主上帝的，啊、呃，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